爷爷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？喂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你看你吃饭粘的呀，都粘在嘴外头了。妈妈，嗯，我想爸爸了，君爸。秋爸也想平平，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呀。我也想爷爷。爷爷为什么不来看我？爷爷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？爷爷都告诉我了，爷爷要去很远的地方。